能对。第二点呢，你说讲啊，念兹在兹，想着消灭共产党，但是共产党可能有这个意思啊，消灭国民党。我说，梁姐，你这个话有什么根据？这共产党系列革命，为什么不想消灭国民党呢？啊，系列都革命，到时候那个赫鲁晓夫就想那时候就消灭美国，啊，为什么不想消灭国民党呢？而且我再问问你，这个国民党有什么先天的保障，不能被消灭呢？说到这儿，梁说，梁说，你这话没有，这明明是欺人之谈嘛，这不是自欺欺人了？你难道是你当地的信任呢？这一点都不能了解，你还做什么信任？这个完全的这个一定你很离谱，很差了，啊！所以我就把这两点当时叫提出来，我就说，当时呢，梁先生也到延安去访问，徐先生也到延安去访问。大概徐先生到延安去访问，那是奉国民党的命去考察了，去考察看一看了，看看徐先生回来的结果，徐先生有很大的结果，这个结果对我国民党里边影响很大了。这个地方他回来考察的结果，详细情况我也不懂啊，他怎么报告我们不知道。他说国民党一定要改组。这个国民党改组啊，就是徐先生提出来的，这是对于党在党里边是做大的，这是做大文章，这是很重要的建议。这个建议是徐先生提的，所以这个也是有建议的。可是那个时候就在抗战时期，正在紧急状态，这个这些事情也都顾着了，放下暂时放下了。啊，虽然有提要改革，非改革不行。他看当时社会风气，不改革是国民党要垮的，这个是对的。那时候我在青州的时候，在华师坝的时候，那学生就说，我知道这个社会上上层民心的向背了，民心的紧张，那全部的那个社会基础啊，完全没有了。这国民党始终不要解决，你想下层社会的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头上完全都坐起，一条边都坐起。你看这个真的厉害到你空挖空了，把这个社会要挖空掏空了，就是你社会基础没有。所以徐先生有这个感触，他后来话我感觉这一点倒如成一点了。所以比改组都好。当时停下了，以后就胜利了。胜利第二年呢，我们就中央大学就搬到南京了，就复员了。复员我跟着上中央的，我那时候就在中央大学37岁做教授了。我那年37岁了。回到南京以后啊，继续做一年，我在中央大学做两年，做两年了以后啊，我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那个方仲梅先生，方仲梅先生把我们解除我们的武装，解除我一个人了，解除我们两个教授三个助教一起赶走啊，所以方仲梅这种人就很阴险，在这个时代。在台湾这个事上，没有一个教授有这个权利，有这可以这样做，是吧？就无法无天的。所以这个东海这个地方是莫名其妙的。你在下边呢，你莫名其妙你见到东梅亭。这个方仲梅跟中海没有关系，为什么见过中梅？你为什么不见过副官亭？你见副官亭是一样的，这个前景是一样的。
这个是不对，这个完全是这个这个冯福祥的瞎建议，冯福祥瞎建议当校长的应当该考虑一下，是吧？这不是识时务命吗？你这方向是方向的，你都没好过关，你也没有在这儿见过货。你要在这儿见货也好，也有货色，有见花边，你没花边呢。你为什么建个房都没建呢？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。所以出院以后啊，我们是到南京以后，那是出出院那个南京大学生可怜得很。我没进手术室，啊，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房间里边，没有一个大桌子，我那桌子在这个地方，没什么进手术。第二年就被改停了，被改停也无所谓，我马上就那个时候徐先生在中大，徐先生上到我那儿去，他下班的时候就经过了中央大学石牌楼，就经过到我那儿去转了，他吆喝说到家去，那时候石牌楼全天就找我吃，我站吃石牌楼的饭。所以我这一改停那天我就跑到徐先生，我说怕他没地方抓，没关系，徐先生就住在我这儿，啊，我就那时候没地方住，我就只好搬到徐先生家里。那时候徐先生就住在兰家庄，那个兰家庄的房还有没有？还有。啊，那不错。还有房，就住在兰家庄。我在那儿住了夏天，啊，就是夏天的时候。上海话实现比较接近多一点，接近多一点，我就谈了谈以后，我就知道，我说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想法，我说我不是参与这个时代的人，我是个旁观的人。我说现在这个事业，共产主义这套完全不行的，你不要看它作品没有用。哎，第一要保持中国文化的这个命脉，这个我是从我的老师这来训练，这个没有长期的训练。长期改进，不能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了，哎，要把中国文化的智慧传统的这个慧命啊，要保存在这儿，啊，只有这个传统保存住，要正视西方的从希腊以来这个科学传统与这个法治传统，近代化为这个政治就是民自由民主。这两个传统啊要正视，所以我说这两个传统要正视，就是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但是不了解中国的智慧传统，同样的对于西方的这个希腊科学界的自由民主这个传统也不懂，因为这一套对于中国非常的陌生，所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传到中国来大家都懂的，贫富你同时一眼，你为什么吃两个面包？我吃一个面包，这个最容易宣传。你要想真正了解西方那个科学的精神，西方的那一个自由民主那个精神，民主经济那个 constitutionary democracy 这个讲，那是很不容易。中国人是这一方面这一套很差的了，你要有高度的训练才行。你要慢慢来，并不是说中国人一定做不到，但是也要慢慢来。这就好像并不是说中国人连科学的聪明没有啊，你连科学的聪明有没用的，你不出科学家，哎，这个前天的都知道啊，中国最聪明是江浙两省啊，打了中国这么大的时候最聪明的是江苏浙江，江浙省也最聪明，所以在满清的时候考状元进士翰林没有一个人能考得过江苏浙江，那个苏州那个状元多得很呢，所以考聪明你考不过江苏浙江，但是他那个聪明用在哪里？用在抓把狗的位置，就是考进士翰林考状元功名利禄之徒，现在这个世道没状元了，没状元连什么连破学，
所以在这个上，他连托举就等于当年做罢工的问题，你还是撵不过他，还是撵不过他。这个全县人都知道，所以当初就做罢工的文章，现在时代变了，是讲破格了，哎，所以他马上就是，就往破格那一方面走，但他不出破格家，他不出破格家，因为他把这个科学当成一种功名利禄的大看的，不是牛顿的精神，也不是爱因斯坦的精神，也不是亚基莫德的精神，也不是欧比里德的精神，这个才是科学的精神。就是所谓江南才子，江南才子在我们看起来是很不喜欢的。我这随便说，大家不要担心。所以现在这个，现在大陆上的时候，那个江苏的那个无锡的前沿，都是重要人物。哎，那个前沿什么是前沿？还有那个外交部长姓钱的，农业姓钱的，这个钱是前沿，就往前沿都分家了。这些人呢，统统都放箭。中国念科学的多得很呐，到回到国内，统统做官了。统统说做官了，怎么能念科学家呢？你现在怪了，国民党提倡科学，但他提倡科学都给他管着，是不是呢？提倡这个科学，不是把科学害了？不给他管着，啊，做大学校长那是很差了，那都不得志了。你做大学校长，你还能念科学吗？所以那个吴大猷最不能出去。吴大猷是把研究院他这儿供应大陆，他说大陆国防都比他好，你别看他好，你好在哪里？所以这个人头脑有问题。他不是念科学了吗？那大陆上好多吴文豪也是念科学的，浙江大学那个朱克敬也是念科学的，都是念科学的。中央大学那个吴尤俊也是念科学的，结果都打了大学校长，科学都没有了。所以中国这个风气，有些地方大家要自，当事人要自己品格，社会上也要自己啊，要这个地方要自己考虑一下。我们这个地方也有好多得诺贝尔奖金的，李政道、杨洁篵不都得诺贝尔奖金吗？还有新竹有一位叫李什么，李元杰也得。你假定你把他碰久了，把他碰上药瘾了，他可算得了，这个很可怕的了。这种话呀，没人看看学，我这个时候我就想就问学，这没朋友，我们就随便学一学，就是大家该应该经过一下，要你想一想是有道理的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你过去出不来的了。你所用的科学都是科技化的，都是技术的了。技术方面，共产党当然很好嘛，他有造原子弹，你不会造吗？台湾不会造原子弹，并不是说一定不会，我不造啊。你就造原子弹有什么好处？所以吴大猷说是在台湾这个大陆各方面比如台湾好，你好的是什么？他至少我佩服呢，他能造原子弹呢，他这一方面技术当然比你好了。这个算什么科学呢？你一个念科学的头脑这么简单怎么行？你懂得什么学术呢？
哎，以后呢，到唱到唱到这个休息呢，就在休在晚上的时候，我就唱到他。所以我说一定要把中国这个机会传统啊，要保得住。一方面要尽释西方的那个科学民主这个传统，科学的传统是希腊传统的，这个精神呢是有精神的。所以当年这个地方产生一个问题，我也是在这个地方向大家提一个。在清朝末年时，张自忠那些人提倡说“重和为体，细和为用”。这个话呢，平常表面一看不是算错的，不是算错的。重和为体，细和为用。但是你要是执行了，你说这个重和问题是什么意义的题呢？是什么层次的题？这个大家在中国人看来是知名的。这个题是中国问题，这个题当然是说孔孟之教讲的，孔孟之教讲的。这个题是说列在孔孟之教的，把科学是当用，我就以为你的科学，因为是中国现代化科学化，哎，这个龙同学不算错的，不算错的。但是有人就提前说来说，科学有科学之题呀。科学民主经有民主经济之体啊，你总说那个题怎么能算成科学呢？那个叫做牛题马用，听着这个话好像也很井井有词。你这个问题啊，就牵在那儿，闹不明白，闹不明白。所以我也懒得用心，这个问题本来很容易解决。但是叫他一搅和搅和的时候，你要紧紧的想把它弄清楚，还要费点力气，哎，还要费点力气。他们说的题是说孔孟之教讲的，孔孟之教那个题当然不能记着三成叫科学了，不要说是再记着三成不叫科学，连记着民主经济都三成不出来。这个我们从唐先生讲，齐先生都看可以看到了，早就说明白了。但是没有几人解决这个问题。你孔孟这套发展到最后的家光呀，名家当子，不管你是望哥是性质里或者性质性质里，都不能算成科学。那么你这个题呢，怎么能算成叫科学之用呢？不但科学，就是民主经济你都算成不出来。所以唐先生不是当时就说一句话吗？中国以前的时候，之前是以治世民，以世界以修身为本。他把齐家治国平天下，看看一下几则推演呢？几则推演呢？民主经济推演不出来。修行齐家的时候，不一定能算成民主经济。可见的，光孔孟之教就是算成民主经济都不够啊。所以我们才有学者，不是几则的推演，要给我一层齐家的。出二还能答了，不是记答了。那么可见说是啊，那个题啊是不能算成这个用。那么你这个算成，你要这个西方有这个科学的题，只有也有民主经济，那么他这个科学民主要从什么题来的呢？这个时候你要仔细考虑了，这个题是什么意义的题呢？假定说是黄孔孟之教这个题相对性的，那么他这个题大概是基督教讲的，基督教也算是不出科学来，基督教一样算是不出民主经济来。基督教怎么能算成是两个眼天天看上帝能看出科学来呢？一样算是不出来。可见三成科学民主经济那个题另有在，那个题是指什么？是过科学传统了，是希腊传统了。希腊传统是什么东西？有纯粹的逻辑，有纯粹的几何学，有纯粹的数学，这才是科学的题了。科学有科学的题了，再加上罗马法才是三成的近代的讲自由民主，建立这个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。这个 constitution democracy 就是属于客观实践方面，逻辑数学科学就是属于机器方面，
这两方面，一属于知识，一属于行动，看起来是相反的，但是它这两层次是同一个层次的，同一层次两面，这个来源是相同的，同一个层次，那就表示是，不管你是从知识方面讲或者数学计划论讲或者逻辑思维，或者时间方面讲这个什么国家政治法律，每一面有三项，知识方面有逻辑数学或者时间方面有国家经济法律，层次是相似，同一个层次，两面相反，一起一行，两面相反呢，而这个基同一层次，所以那个基本原则是同一个原则，而这个原则在中国文化里边不具备，所以你记这三层不去扩展民族政治，这种意思我们没有记载的，但是好多文章把这个意思早表达清楚了，同一个原则，这个同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呢？就我叫它是 principle of coordination。不管你是这个逻辑、数学、科学，或者是国家、政治、法律，它后边的基本精神呢，表现这个基本精神的基本原则叫做 principle of coordination。而中国以前讲文讲那个题了，讲孔孟之道那个题才主要往上讲，不管是瑜伽、道家、佛教、儒释道三教，它都往上讲，不往下讲。往上通，往上通第一关的时候不是 principle of coordination， 永远停在 principle of coordination 上，你不能通不上去，你通不上去。所以啊，中国以前你们往上通，它的基本精神表现首先第一关是 principle of subordination， 这个 subordination 是现在也说最低位的了，说最顶级的，但是第一关呢，非 subordination 不可能。他讲 subordination 并不一定啊，当然不是为你讲科学，为你讲民族政治，但他讲这个 subordination 也并不反对科学，反对民族政治。你要讲科学民族是另一回事，我另讲。但我现在这一关这个问题不是科学问题，也不是民族政治，我是想我们往上通的问题。什么叫往上通呢？说天地与我并存，万物与我为一，壮着这句话，只要是要学这句话，天地与我并存，万物与我为一，所以壮着要通向的通而为一的时候，规规矩矩道通为一，他首先把这个是非善恶美丑这种啊两行给你打破，先把这个冲破，是非善恶美丑是相对的，要冲破这个相，冲破这个 principle of duality， 冲破这个对偶性原则了，你才能通入与往上通。这个冲破对偶性第一步就说是天地与我并存，万物与我为一，这个时候这个 principle of subordination 不是 principle of coordination， coordination 是把具体摆在这儿，把客体配置成有具客体的对立， coordination 是两两对立的意思，对偶并列的意思，有个对立之句， coordination 是有对立之句，他选择这个，他才能清国的政治，才能清民族政治，才能有进行国家政治法律。这个话，这个东西稍微有点听着很容易懂的，但是就因为现在的中国，就是有几个人懂的这个话，这个很平常的一句话。他一切往上通，他重视第一关是重视这个 principle of subordination， subordination 是隶属原则，心外无物。鲁湘山首先出来说心外无物，
心怀无物，一切物都是一粟一心，把一切把天下的都念归你自己了。万物皆备于我意，凡心而成，罗摩大也。这孟子的话，到万物皆备于我，你还能有狂觉吗？万物皆备于我，你还能讲狂觉命，讲命之境界吗？讲权利义务吗？讲命都过期，过期的权利，过期的义务吗？层次不同啊，他的精神，他是讲究的主要方面是往哪儿讲？那个地方固然不能清口水，也不能清面，但是要你要想，你就问你反对不反，他也不一定反对。